极乐国人的天眼天耳了不起，知十方。去来现在就是三世，他能知道十方三世，这些事情他看到了，他听到了。动者身也，通也，这个意思。确呢，确实通也，明也。 十方是指空间，去来现在即过去、未来现、过去、未来与现在这世间。去，乘上宿命同运，直至十方过去，无量界中啊，宿命所作善恶之事。 见能动视彻底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所作所为，菩萨全看见了，全听到了。人学佛的人，心地要正大光明。 凡是见不得人的事，不能干；怕人听到的事，不可以做。光明磊落，这是个正常人。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，怕人知道的，鬼鬼祟祟。 中国人这种形容词，那谁干的？鬼干的，那不是人干的。那就知道了，凡是不能见人的事情，怕人知道的事情，都是堕落三恶道的。这个要清楚啊。 我起这种念头，干这种行，那就是干造三恶道的业呀！你将它到哪里去？到三恶道去啊！我不愿意堕三恶道，我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就不怕不去提防任何人。 人人都可以看，人人都可以听，欢迎大家来参观，来听闻。这是人做的事情，佛菩萨所做的事情。